电视被就绪。本期节目由 Surfshark VPN 赞助播出。使用 Surfshark VPN 轻松解锁 Netflix、Disney Plus 的影音串流平台，影片最后还有详细介绍跟超杀折扣码，大家记得要看到最后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段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做这个皮蛋。皮蛋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新买的东西，从小就在想说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出这个玩意儿啊？嗯，长这样的蛋。对，然后以前有一些那个什么综艺节目，大家一些错误的知识，哦，说泡在马尿里，对之类的。所以我想说，泡在马尿里，那我肯定没办法自己做吧，我总不能生一只马来马尿。对。最近我想想，说不定马尿也没有很难取得，所以我就认，哎，我就认真研究一下，发现说，其实这是一个谣言，嗯，不是。马尿就泡在后里马上。哎，对对对，就它不是用马尿做，然后它的传说就是那个会把鸡。养在那个马厩里面，嗯，然后那个鸡蛋生下来之后就滚滚滚滚滚，可能有一些马的粪便啊跟泥土啊什么的，啊，混杂在一起，啊，滚滚滚滚滚就沾到这些土，啊，滚滚滚之后又滚到那个稻草堆里面，啊，被包起来这样子，就变成那个皮蛋那个状态。然后有人就是经过，然后就，竟然有一颗被包覆起来的东西，然后打开来就，竟然变这个样子。嗯，重点是它竟然，放到嘴巴里，该不会是可以吃吧？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好像真的可以自己做出来的皮蛋的一个配方。OK OK。嗯，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困难，这生火之类的就解决了。做皮蛋要生火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去买蛋，首先要选择这个新鲜、刚下下来没有裂缝的蛋。OK， 好像这个玩意儿，这就是鸡蛋嘛，哦，也是有点微妙的，有点轻轻的，哎，这是乌骨鸡的蛋，这个就是新鲜的鸭蛋，你看连鸭屎都还在。哎，再来我们需要一个这个。兔子饲料，想不到吧？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珍贵的甜面麦草烧成灰。生活是这个部分。哎，我们需要草木灰，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没有稻草，对，只有这个，哇，高级高级，想必到时候会有燕麦的甜味。好，我拿来一个盆儿，然后呢，应该先高烧起来吧。这个感觉超好烧的。然后我们要100克，这包是400克。所以应该拿个一半就够了吧？哦，太旺了吧！它是百酱100克吗？多少支？这有点像茶叶的味道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喝一下。好，现在就是灰。猜猜，你猜猜，80克，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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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克。好，我们这个甜燕麦计划受到了强烈的打击，我们必须要用落叶才够了吧？熄火了。差不多吧，我就够哎，觉得够，对啊，对啊，把那个融掉了，别笑，笑，傻眼，太多意外了，傻眼，妈妈去，118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么难，天哪，嗨，好，千辛万苦。千辛万苦，嗯，完成了我们的草木灰，比想象中的还要耗时100多倍。啊，它这样子有到灰的程度吗？你有吗？还是我们要把它捣碎？哎，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他刚刚我有一阵紧张，我怕捏碎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草木灰先放一边。哎，取出一个锅子，我们要来煮一壶浓茶。这边是1500毫升的水。要放多少包啊？知道，很浓。上面难道没有建议的墨数吗？越浓越有味道啊！好吧，没问题吧？满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就让它泡着，然后慢慢放凉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鸡蛋清洗干净。洗蛋是不是？没错没错，不然就这样。像鸭屎这样子，不小它之后不是我看那个这么有网络上的图片都被包起来，有脏吗？还是会被弄脏？那个塞鼻会。哈哈哈哈哈！鸭屎，鸭屎，哦，
哦，像这样子，一养金金。好，把我们这个喷拿回来，洗干净，把鸡蛋再放回来，泡个15分钟。要干嘛？不知道。叫你泡就泡。快泡泡，你们啰嗦。OK。好，我们的鸡蛋也泡好了，擦干备用。接下来拿出我们的这壶浓茶，浓了吗？超浓吧，盖在茶包醒醒出来，我们想办法让它降温。接下来拿出一个塑胶的容器，我很少出现塑胶容器，因为好像如果用金属的容器怎么样会出事情，然后做一些准备。先准备就绪，接下来做一包生石灰，我们要600克。不知道以为是什么自然科学小教室。嘿，我拿出这个无水碳酸钠，就是食用碱粉啊，150克。先把它搅拌均匀，分次慢慢的加入茶汤。交给你。好，来喽。不会怎样吧？不会吧。开始冒烟了，哇，这个颜色好皮蛋，皮蛋味，皮蛋味，皮蛋味道是碱粉的味道啊，那个碱重也是有一点这个味道，对 对, 對，碱味，哦，皮鞋味，有吗？皮鞋味有啊，皮鞋味，哦，那叫皮蛋，哦，皮鞋味的蛋。这个食物越来越不行。我们这容器没有问题啊，我这东西看起来超级有腐蚀性的，因为绿茶的关系吧。主要是颜色的问题吧。接下来拿出我们的草木灰。好，经过一番细致的操作，它现在已经完全化为粉末了。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这个珍贵的草木灰加进这个泥浆里面。加20克的盐。忘记一个重要的事情，皮蛋啊，不是外面都有铺一层那个什么东西，那个米糠之类的东西之类的，对，但是我没有米糠，所以来啊，你要把这个剪成碎片，剪成碎片，对啊，我的工作就是这个，碎屑哦，碎屑哦，快出快出，它像葱花一样细，对对对对对，像葱花一样细。全部都剪成碎碎的，完成。好，我取出一颗亚蓝，接下来放进这团泥浆里面。这个水放着放着会变硬，现在有一点像是水泥感。水泥。好，一坨放到这个槽上面。我把它拨一拨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好像蛮干爽的哦，美拜美拜美拜，可爱哦，咦 ，OK， 也可以哦。OK， 哎呀，看起来还不错哎，皮蛋味，至少味道很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准备盖起来。放14天，14天，没错。嘿，好，现在放了10天，好可怕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它取出来，到一个阴凉干燥的地方，再放3天。要干嘛？让它冷静冷静。你说它现在闷在里面，心情很不好，这样子。就它现在可能在里面激烈的反应。他说要让它放阴凉，让它温度降下来。然后它就会就是停止反应过头的话，它会凝固，然后又烂掉，中断它那个反应。然后夏天又到了，觉得现在放里面比较凉还是放外面比较凉？全家就它最凉了。但人家就说要拿出来，我们就照着人家的那个，就拿出来阴干这样子。好，哦，好怕打开，然后就这个味道。
就跟臭豆腐一样。三二一。哦，臭啊！鸡骨。跟上次那个土有一点像，就是、但是好像更多了一个下雨过后烂泥土的味道。好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应该就是它现在保持湿度，但我们要把它拿起来让它干燥吗？哎，干燥。哦，那有点道理。好，我准备了一个篮子。哎，还好没发霉。无菌的好不好？你开玩笑。我拿头发里面就是会发霉的。好，我现在要把它取出来。你看，用手吗？我觉得这整个东西都充满了毒性，你确定你要用手吗？它很危险吗？好吧，一碗嘛，他卖给人家也是装在盒子里面，就是要自己用手拿。戴手套啊？会不会看起来很弱？我看起来很弱，对不对？而且阿伯在看影片就啊，笑脸呐。嗨，千方百计在我们家竟然找到了手扒鸡手套，戴手扒鸡手套没那么丢脸，看起来没那么怕，没有怕，怕脏，很怕脏，很怕脏。是软软的吗？微硬啊，就硬硬的、啊，那个土硬的、啊。这个在敲破之前，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它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因为看起来刚下过雨的操场，然后挖一坨出来这样。我现在好想把它打开，看看它现在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这想法可能很危险，也可能会很臭。这是一个臭想法。我只能拿到一个臭蛋。接下来我们找地方去把它阴干三天。哎，好，我们的皮蛋回来了。好，从我们把它放到外面乘凉开始到现在，大概过了5天，我生完一个小孩回来了。对，现在就是非常紧张。失败是不是就会是臭蛋？不知道这个失败会怎么样。臭蛋就是超臭，对，就是超级未知。现在开这个蛋比生小孩还要再更未知，更恐怖一点。那有味道吗？土那个臭臭呛呛的味道。除此之外是没有味道，也看不到就是发霉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所以你再给大家看一个。好，现在就是这样子，你看就是外面包的稻草，然后土大致上都是干的了，看起来很 peace 啊。好，本集好高潮时刻来了，我们要开大门。应该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外面看到的皮蛋哈，蛋壳是干净的，嗯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把土剥掉，稍微清洗一下，就可以把它打开来。然后我们家就可以吃皮蛋豆腐。好哦。好，那我们家先把它土剥掉。嗯。啊。哎，会不小心就把它捏爆啊？哦，你看。啊，里面很白。对。你看它现在还是一个白不拉几，那大魔蛋一样，就好像没有我们买的皮蛋上面会有一些斑点啊。然后看起来透着一股黑黑的颜色。我觉得我们洗澡，我就用剥好危险，而且很硬。好，现在变一盆水哈。它等下就会沉浸在里面，变成烂泥状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拿出了手套。你觉得成功率有多少？不知道。史上最低。如果全部失败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不能吃皮蛋豆腐，只有臭蛋豆腐。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是要打在碗里吗？对啊，不然呢？自信的时候不开。对啊，那时候不开。这么自信？对呀、啊。那你开哈。我不要。看得出的少一股透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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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个样子。你的手套进水。对啊，都失败嘛，成功一两颗还是有的吧。同一个配方要怎么只成功一两颗？感觉全有全无。可好像有点样子哦，有点像哎。有吧，还是透黑的近吧。但是这个是鸭蛋啊，鸭蛋本来就透黑透黑的。这个好像有一点透黑啊。裂痕哎，茶叶蛋。嗯，好，我们终于把我们蛋全部洗完了。有几颗看起来是有点透黑透黑的，但是我们里面有鸭蛋又有乌骨鸡蛋，所以它本来就黑。管，总而言之，我们皮蛋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豆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把皮蛋打开来，放到上面，完成 ，perfect。再拿一个接蛋壳的东西。接蛋壳的东西。对对对。接蛋壳。接蛋壳。对。纯粹热的不想造成这是场面混乱。对，接垃圾很好。接垃圾，嗯。然后我们先从看起来没有黑的开始吧。这个鸡蛋，透黄透黄。透黄透黄，对对对，我在想说透黄透黄的。好，那先。好。
不然你开。我不要，我已经做了，我手很忙。为什么？你手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必须塞出来？漏黄的。气势。不可能。还没开这里都没有办法决定它里面是好还是坏的。准备好。没有看到东西流出，开到一半都没有液体，但是突然喷了几滴。可是为什么蛋黄化掉了？奇怪了。有股皮蛋味，但是。真的是皮蛋味，都是的。难道蛋有差吗？不能用鸡蛋吗？好，没关系。这个比较小颗，这小颗怎么了？透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颗这么水？换一个红的，红的看不出它透黑还是透黄啊。啊，一样啦。这个蛋看起来太新鲜了吧？对，完全没有变化。啊，透黑的，透黑的，对。哇啊！哇，也是黄的。啊，是水的。哇，一样。还有一颗超黑的，最后一个希望。没有希望了吧？这还有什么希望？这个裂痕也是黑的。没希望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一样？为什么你不一样？你哪里不一样？哎，他刚照随便他一步就知道把他打进去样子。为什么？哎，他是金黄色的哎。不要让太突然了。我已经做好全盘皆输的打算了。突然来了一颗怎样？他会以为我们放暗桩啊？没有。为什么？真的耶，好成功哎！为什么突然？我刚刚真的是想说，我直接把它打下来就好了。所以它被我捏破，我的化妆品组了。为什么？情况太难以理解了。蛋黄都是那个完美的金黄膏哎，太美了哇！这比全部失败更让人困扰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不懂它到底为什么会成功，为什么会成功？他们所有的条件都是一样，除了它是可能是不一样的蛋。谁知道什么蛋？不是啊，现在是怎样？他没有照剧本走。好。这颗奇迹的一般，它是一个那种黄金皮蛋的那种感觉，是金光闪闪的蛋，透亮透亮，而且它中间还是有点溏心蛋的感觉。我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反应，因为我没想过它会成功，因为已经失败太多颗，然后你就乱敲。我本来已经打算说我直接拿去外面施肥了，那现在一定要全部打开呢？对对，有可能还有，太困扰了吧？哦，OK，化为一滩水了。这个好像在半路上，哇，这个好像差一点点呢。哦，啊，半凝固。哎，这个也是成功的哎，但是它可以再凝固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变成果冻状了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半凝固半融化的，感觉是个70%皮蛋，它是一个史莱姆状。你要去哪？对，它可以跟皮蛋一起吃吗？可以啊，感觉可以吃啊。液态啊，液态蛋，对，那个膜啊。好的，我们应该得到了1.5颗，算成功吗？算吧，你很成功啊！成功了吗？我成功了吗？这颗不管谁来看都成功的吧？我们良率只有15%哎，我们又没有量产。对呀，我们有自己吃，这不是量不量产啊？我自己炒蛋也不可能只有15%成功率啊。这有成功吗？确实是这样子做出皮蛋来了，做得出来啊。但同时有很大一部分会失败，而且它也不是黑色的。我第一次成功的就是这么的情绪复杂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还是要吃这个皮蛋豆腐的。确实，莫忘初衷啊！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皮蛋。我没有要卖皮蛋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想吃皮蛋豆腐。对。这样觉得好多，这样讲才成功了。到底为什么啦？好烦哦，好想知道哦。你还要切它？你看，其实它是溏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最完美的那种。对啊，也是很漂亮的溏心的。旁边。
噔噔，哦，完美的这个溏心皮蛋豆腐，其实很漂亮哎。好，我们忘记那些尸体们，好好的享受成功的时刻。很复杂啦，以目的论是成功的，成功的，成功啊，成功，成功啊，成功啊，不管你怎么论都是大成功。不是啊，又吃哦。废话。来看一下，漂亮吧？辛苦了哈。生了一个小孩，补一补。你要叫我先吃，动了吗？哎呀，这个这看起来就觉得健康啊，保健食品啊 ，OK 的 ，OK 的啦，这么漂亮。我要等他，我要等他，我们共同承担跟享受这个成果。为什么吃皮蛋豆腐有一个在做什么挑战的气氛？大冒险，大冒险的气氛，闻起来就是一个纯正的皮蛋味啊。对，哎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太突然了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而且我觉得没味道，没那么呛，没那么臭，是一个比较清爽的皮蛋。而且它的那个心还可以吃得到一点蛋本身的味道，不是纯粹的皮蛋臭。他要去吃那个25%皮蛋，看起来很稳，好不好？25%，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很稳，好不好？你看味道吗？有味道，有味道，有味道。这两颗品质很稳定。我觉得比市售那种味道很重的皮蛋接受度更高一点，就是比较清新一点的风味。对，可以耶。很好，就是成功，不用强调。大成功，大成功，大成功。好，这个如果大家自己想要家里做的话，多做几颗，多做几颗，这个20颗，多做几颗，对，20颗总是可以吃到一份的。那我们对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没什么需要解释的嘛。对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好吃嘛？好，就这样子。没有很难呐、啊。没有难啊。没有很难。嗯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本期节目由搜索 VPN 赞助播出啊！最近应该很多人已经开始频繁的出国啊，订机票啊，订饭店之类的。然后就会看到网络上很多教人家怎么样订最便宜机票的一些攻略，然后他们都说什么要开无痕视窗去买机票，这个传说你就可以买到最便宜的，避免说网站去记录你的搜寻行为之类的。好像很急着要出门，然后他们就推一些比较贵的机票，或者他感受到你的欲望，没错。好，但重点其实不是这个，重点是你知道其实无痕视窗不是真的无痕吗？你有匠气。其实无痕视窗呢，只是只能隐藏你的浏览记录而已。哎，对。但是你的 IP 什么的，其实是没有办法被隐藏的，还是会被网站抓到。没错。那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， 那它就可以隐藏你的 IP 位置，然后利用软体啊，还有远端伺服器，然后有效的来去保护你的个人资讯安全。而且呢，你如果更换 IP 的位置，你还可以买到更划算的机票。好，那现在订阅 Surfshark VPN 呢，一样有30日的免费退款保证。那记得大家结账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Lady Flavor， 就可以享有专属优惠。那一次订购24个月呢，它还会再送你3个月的免费使用期哦。那详细的事情我们都放在资讯里面，大家记得点开来看看。为什么你要就是成功这么心虚？你在那边。